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英雄已经过百了，而将英雄的名字或者皮肤名字组合在一起，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事。今天我们就来分别用三个英雄的名字做一个组合，看看能组成哪些有趣的组合。蔡徐坤组合分别是由蔡文姬、沈梦溪和庄周的坤组成的。乔碧罗组合分别是由大乔、苏烈和伽罗组成，苏烈是有铜墙铁壁之称，所以用它来替代壁这个字。吊炸天组合分别是由貂蝉、哪吒和武则天组成的，这个组合确实也如名字一样吊炸天，特别是武则天这个英雄拿出来就已经很屌了。吕子乔组合分别是由吕布、鬼谷子和小乔组成的。姬太美组合分别是由甄姬、东皇太一和美猴王孙悟空组成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还知道用英雄名字可以组成哪些有趣的组合呢？